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丹尼，今天要来探店啦、啊，探什么店呢？探一家叫做泡面男孩，最近里面有什么特别呢？那我们一起去吃吃看吧 ，Go Go！外面还有这个泡面贩卖机。下个篮子。搞一个蜜汁的遮酱。有人会问，泡面不是在家自己煮就好了？辛苦上班一整天，来碗店家煮好的面，搭配精心调味的酱料，放松一下心情，又无需额外准备食材，未尝不是件幸福的事情。